下手，你在干什么鬼？离开达州一个月，回来后发现天气还是那么的火辣。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把调料买齐了，现在我们要去买菜，首先解决吃的问题。他们水又有点少了。小楚，回达州后今天想吃啥子？我是弄个回锅肉嘛，啥呀？回锅肉啊？啊。好。又吃肉。你们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还适合吃肉不？不适合了。好了，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视频，我是曹小楚，我又回来了。想，我想变猪。你本人就是猪。现在猪的身价太高了，今天买了两斤多点的五花肉，花了将近50块钱。我们今天做一个下饭菜，回锅肉，龙。肉都是老板杀好了的，我们直接清洗啊。我们采用钢丝油技术，行。再这样下去，我们一天只能吃海参吃鲍鱼了，因为那个猪肉的价格涨得实在是太快了。海鲜不贵吗？我觉得花同样的钱，我宁愿吃海鲜吃鲍鱼。20cc，放点热水。肉、水下锅。开火。放点料酒。弄十来颗花椒。改改改切，让它煮熟为止。今天配点青椒，今天我们青椒切片儿，好了，回锅肉，回锅肉，只要回锅就是肉，哪门好吃哪门弄。贵的猪肉就是不一样，一分价钱一分货，煮都煮不怕。北京的金闪闪光芒照，
四方。小雨咋成的雪啊？不给说。毛主席就像那金色的台，哎哎呀，嘿，跪地主任，这里时间一定要长一点，不然不得跑。差不多了，拿起来。冷水冲好。后部自己掌握哈。我们一顿吃三片，这块肉我们可以吃半个月，哈。我们再整一把老鲍自制的老腌菜，把锅儿烧热哈。下油，这个就少来点了哈。肉下锅，把它煸香。稍微来点老水哈，上点盐水，下灵魂，它是红油，姜水，好椒，老盐菜，稍微下点。这个味道安逸哦，小杨。嗯。今晚少吃两碗饭哈。我。下青椒。稍微再放几块盐。白糖。青椒炒熟就可以出锅了。我们今天的油稍微有点少哈。因为小杨管得太紧了。煮。开饭喽！香，喂，饭也 OK 了，快来米洗吧。你点赞，干啥？第一次给我点赞。还有饭吧？有啊。姑娘鱼。有。嗯，今天可不可以不减肥？嗯。我还不喜欢吃瘦的，我要吃带肥的。主要是个盐菜香哈。连青椒都那么入味，现在吃饱了，吃饱了，
俺满意。肯定吃了有十几二十块肉。哎。吃了，牛肉面当成小面条给你吃嘛。好。那我不洗碗啊。好。水得喝那么多啊！啊啊！饱了，拜拜。我是柴小叔，今天我们做一个脆皮炸鸡来吃。老，准备炖狗汤啊？这是鸡啊，这是童子鸡啊。我要轻轻走心的思念，我们却热热谈着无人懂我爱你。给它刨起，香菜、胡萝卜、芹菜，我们给它洗一下，拿点蔬菜汁，盐鸡，香菜那个根我们不要去掉哈，这个根是最香的了。大蒜洗啊。稍微加点水哈，洋葱一泼四，顺烟成泥。给里面放点盐，放点胡椒粉，这个里面的味道一定要重一些哈，主要是给鸡上底味儿。然后把调好的这个蔬菜汁、蒜水倒在鸡上面，让它腌起，然后给鸡做按摩，肚子里面也塞点料。
就像给人做按摩一样，要给他抓揉一下，让它充分的入味。这两天天气也不怎么热了，所以我们放在外面就可以了，给它盖个盖子，腌它三四个小时，等小小厨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灶了。回来了，大家好，这么开心哦。哎，你过来写作业，我们做完了。我说哈，今天作业哈，那不是一般的难呐，我手都要酸，行不行？为什么？让我两个手举个东西，看哪个东西重。鸡腌的差不多了，小厨也回来了，我们现在开始炸。啊，稍微冲洗哈。我们总共腌制了将近五个小时，应该是很入味了。这是我们买的一个炸鸡粉哈，我们稍微放点，这是上次买回来没用的，倒一些，给它抹均。香。我觉得鸡好美呀、比你还漂亮。那你跟他过吧。这是我们在市场上买的一个脆皮鹅，倒上去。给鸡身上涂抹均匀哈。开火。炒小吃你做菜好费油啊。这个油可以反复利用啊。今年我三十出头，就是没有女朋友。哪儿嘞女朋友？哪儿？盆子里。你是在搞笑的哦。这个炸鸡我们也是第一次自己在屋头做，看效果如何哈。把油温烧热哈，大概烧到五到六成。我还以为你要去摸一下的。我傻哟。然后下鸡，两只一起炸。可不可以三只一起炸？可以。油温起来过后，我们给它中小火。慢慢清炸，做这种炸鸡一定要采用年轻的鸡。那母鸡不行吗？那母鸡也可以啊。慢慢炸的表皮已经开始脆了，再把里面的水分给它炸干。熟了吧？这么快哦？已经金黄了。哎，熟了。我们一会儿再炒个藕片儿，今天晚上晚饭就算齐了。拿出去哈。妈妈，温柔点儿，没得人跟你抢了。你怕你跟我抢？是不是因为我鸡是我最爱？好嘛你。
一个人啃一只完全没问题。就连那骨头都是相当的入味儿。花生啤酒加炸鸡，这就是人生啊。小厨，今天的菜是你的最爱吧？是吧？妈，我全记得你吃，外面吃炸鸡没人没凶的嘛。他出去把手收起了。吃不吃饭还？不吃呢。这熊孩子把皮和肉都啃完了，剩一堆骨头给我。刚刚洗了手。我决定也不是，我要吃饭。今天阳光明媚，春暖花开，春天就快结束了哈。然后那个折耳根也在慢慢开始老了，所以我们要抓住这最后的尾巴。今天上山来挖一些折耳根，晚上回去每餐一顿。折耳根多不多啊？多倒是多，看叶子都那么大的啊。有点老了哈。还可以嘛。快走。啊？来，倒在妈的口袋里面去装钱。你还没送给我个花，拿去送给你。要我嫁给你吗？要得。拿100万彩礼。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好不好听啊？好听。好听是好听，唱不到几句。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呀。你把枪。
没事出来晒晒太阳，挖挖折耳根，唱唱歌，也是一种娱乐消遣的方式哈，使人能够健康，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安逸得很。我不要，我不要。这臭包包呢？你吃嘛？哎呀，对婆婆恁个好啊，我的呢？没得你的。哎，妈的给你。我不吃，你吃嘛？对。嗯。好嘛，不给我吃哈。今天收获满满的。哎，这有，这有我，来挖看嘛。菜小厨。嗯。这个东西拿回去炒泡菜，安逸得很，完美的去搭配。安逸得很吗？肯定了，看。现在听得到这个油菜花里面那个蜜蜂。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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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的在采蜜，这个声音听起来爽。我们现在开始回去煮晚饭了，今晚上吃顿好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视频，我是蔡小厨。这是一块3斤多五花肉，我们今天做一个红烧肉，做一个四川的恩皮肉，然后再拌上我们今天刚刚挖的折耳根，纯野生的。弄，磨刀是一个厨师切菜之前的必修课，刀不快，啥都是白干。开切。一个厨师那样磨刀，一点都不专业嘛。咚咚，这个肉稍微动了一下哈，要好切一些，切块哈。行。嗯。阿拉今早煮只红烧牛吃吃，哪能样？好。nice 不啦 ？nice。你应该说，阿拉小人。上海闲话讲不来，红烧牛也吃不来了。我吃得来。我们今天用我们挖回来的野葱烧那个红烧肉哈。俗话说得好，加葱没得野葱香。现在我们开始开火炒肉哈。我来学习你看。学习吧。首先要把锅烧热哈。送礼送到小城外，有句话儿要交代。小人，你先把那个火烧热哈，不然那个肉要粘锅。一定要把那个油，多余的油给它逼出来哈，这样烧出来的肉才香。我也不建议肉先焯水，这样子的肉炒不香。炒的差不多了，我们把那个油倒点水。好了，再我们下姜片、野葱、干辣椒、33颗花椒，一起炒香哈。来点料酒，我们整半瓶哈。加水。加点糖水。尽量不放酱油哈，老抽，放的话出来颜色会很贵。来瓢生抽，再放点盐哈，来勺白糖。这个红烧肉颜色出来绝对漂亮。盖子盖起，改为中小火哈，让它烧个40分钟，我们就把折耳根拎出来，今晚再拌个折耳根，然后就可以开饭了哈。期待我们的红烧肉。折耳根吃的奶油不知道多少。那折耳根是你最爱，你嘛？我也最爱。我红烧肉可能也差不多了。一不留神，这个肉一烧好了，再晚一点就烧糊了。出锅，油有点多呀。把油都烧出来了。
吃起腻了。撒点花花，相当的安逸。不得吃出锅。OK。超市红烧肉一盘儿。超市红烧肉，我端最帅。土豆丝，炒菠菜。汤。紫菜蛋汤。等老爸回来，我们就开饭了。老爸拿筷子去了哈。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喂，哎，帮帮忙，来。今天把这个小羊关的不，关的有点暗。可以。味道还可以。我刚上的，香啊。吃得好细。粗细不一样。一样的，哪里粗细不一样呢？还挖那么多。都好挖了，好玩了。那可玩嘞，我都记得那几天，就我回去挂个灯笼走，那么慢。你这老抓不的啊你太香了我那个味道还是不错下厨饭吃了爷爷把你带几把头发讲咋样你爸爸娘是不是从来不扫地？那从是俺家伙，你要好好养。哎，你们当过班长？我急死！你问看我当过班长没有？班长，不是跟你说的东西。班长、纪律委员、劳动委员，你问。纪律委员、劳动委员，我还不当过嘞。组长，班长，你回来再问的。你要组长把班长管得到不？哦，对对对，班长。哦豁。这不吃吗？还这儿哈。哎呀，现在土豆丝和汤能好喝。我只觉得一个辣椒吃起，哇，那个好香。这小羊又喝汤了吧？嗯。肉不吃了？吃嘛。吃。咋的？肉天天吃，人家不吃嘛，他喊人家吃。哎，我吃好多了，听不听？这盘菜都基本出出来了，还好烂。蔬菜我把它串哈。好。喂，我在家炸饭，把土豆子吃完了，好吧？直接点亮。那是点点吗？主要是今天十三是菜节儿，感觉饿到了，晓得不？扒了面肉是吗？哇，这太爽了！
肉固然好吃，但是还是要有量哈。吃饱吃好就好。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